次我们在后台，我听到他主持。哎，怎么？啊，让我们欢迎这个我们的总经理，我们的王不刘春总经理。别忘我还有唱歌哦。嗯。哎，啊，我还有跳舞。唱歌应该再扣2万。对啊。辛苦了这一年，你给家人蛮会戏吗？哎，对不对？他有的时候是因为老板在台下敬大家喝酒。偶尔会跟着喝，你不是跟着喝，你是带领大家喝。他变主人了。我的优势是说哈，喝到顶啊，好配合啦，什么话都能接了。对，这个很重要。前一天要我彩排，我也就去了。哦，我让这种看咱们刚说要彩排，但是我想说，出摇呀，要啊，要呀。我想说，人家一年才办一次哈，啊，钱也领蛮多的哈，应该这样的配合度，对，这是基本的啦。还有一点，我不像露露哦，露露会挑场哦，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去年啊，我去年跟他去一场，他可能去之前不晓得那个是在搞什么了，你知道吗？一去现场啊，人家那个南部的工厂，哦，对对对，啊，人家就是搞一个很大的那个变形金刚舞台，金刚那个台车嘛，变形花车，他一看到哇，哦，还有这种舞台，他马上翻白眼呢。你万一嘛，不要这样，玉林哥，我还不想讲你，故意小意呢，好不好？我们在后台，我听到他主持。哎，怎么？啊，让我们欢迎这个我们的总经理，我们的王不刘春总经理。你还到底姓什么啦？爷手卡哦，爷手卡那个字比蚂蚁还小哦。我还是王，还是刘，还是张？我后来是放在地上，我这样才看到的。经理说你多臭啊！所以哈，那个公安公司的代表，拜托那个手卡哦，要看年纪。我跟你讲，这是犯大忌。把人家公司，哎，公司总经理、董事长是最大的，对不对？我还认识有一个朋友，怎么样？糟糕，那完全下流，竟然人家姓郑，他竟然把他说姓郭。哎呀，不是在金曲奖啊，金钟奖嘛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，真不糟糕，对不起，太糟糕了。OK 啊，先坐，来，啊，能问一下这个要坐上去，要助跑，要助跑，来，秀慧姐，要摆正，来哟，你们叫小妹，真的要助跑，你抖音卡称嘛，你真正老卡被波偷到，哎，好，对对对，你这里怎么压着？哇，跳下，你可以，你我帮你压着来，你压着，我帮你压着，好可怜哦，你上，来，我帮忙。然后我们压着，来，他助跑，一二三，有了，在尾牙上面哦，这样动不动就骂人家，这个可能会场子会少一点。来，赵哥，其实不会，我每次去的时候，人家那个服委会他们最希望就是骂老板或骂主管，骂老板，因为为什么最开心？不是，因为他们每次老板在加码的时候，加了奖金。你是服委会还是天地会？形象，服委会，他们其实说实在很喜欢我，就是说，因为跟老板有互动，老板每次在加码包红包的时候，我的奖金都不要少，对，我就刁他两句，刁他两句，对，员工辛苦了这一年，你给家人蛮得戏吗？哎，对不对？他有的时候是因为老板在台下敬大家喝酒。偶尔会跟着喝，你不是跟着喝，你是带领大家喝。他变主人了，主桌敬酒。哎，你这个优势啊，因为对，他蛮喜欢的。一般喝酒的气氛，那个晚上如果说人家送酒上来，你不喝，那是完全是他。对，啊，你又刚好爱。我不但刚会跟他们喝，有的时候如果看那个老板真的太小气，把主持费的1/3今天打出来，就故意逼牌，这么嗨，逼牌。你去的话，有一种什么，你知道，拔干净的感觉，对，交朋友，没错。所以你看，就自己是第几名？那你就要往前坐了啦，真的啦。自己挑耳，我们后面的背了大哥，而且胡委会呢？坐嘛，胡委会呢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因为剩下后面这三个烂咖，我应该坐三号。来到位蛮懂的，傻金哦。我的优势呢，其实是结合了赵哥，然后哎呦，还有那个甜甜，哎呦。然后还有虫哥，这么多，就是稍微有一些这样综合手一垒手，要喝我也可以喝，投手你都可以，对，要喝我也可以喝，然后我也可以在舞台上面跟董事长做菜，就直接来做菜也有，而且最后我还会陪所有的老板跟经理们，然后一起刷拖到 pop。
他们有想吗？你干嘛喝？你只是贪杯吧？没有没有，喝开的。我跟你讲，喝开的。你上去哦，你只要教给大家一些常识或什么，人家就喜欢你。说啊，今天来到这个公司，我要女生比较多，我想要教大家美白。完你还跟人家到 pub 去搞笑吧？不是，因为前面跟董事长喝开了然后董事长会说，哎，我们等一下说的话你一定要来。然后也是我就是陪到底，他也是客套话，对对，没有陪到底啊，没有，他们是真的是架着我，你当真的架着我走，然后我也是就是陪他们喝完，然后一个一个把他们送回他们。OK， 你还有些老板真的很喜欢做服务，算很好，来你自己选位置，来到家哦，那我就剩一个人啊，我呢？没，你凶的，好不好？你服务太谦虚了吧？后面，对啊，是。一二三，请看，三个人啦。我还有含 Live Band 你有没有含？三个人，含 Live Band， 乐团自己去呢。哇，哦，哎，对啊，乐团一团，少说正常行情要四五万。要要。对啊，哎，而且我们唱两个 set， 整场没有要请别人的嘛。就是请你们了，他们也就是不找，就你一个人就没有搞定，没有，因为他们要找轻音乐的，他们不要那种摇滚乐的，就是那种 Umbrella 的音乐。哦，了解的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八万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八万，他拉开了是一场，那我们就接手了，一二三，来五场，有。你这样也算进去，这样也要算进去。写零吧，阿雷利马特不是打来问不一定接得上。现在他经纪人有在 Facebook 抱怨，因为有打来问都误以为他是杜丽，然后其实他们是要挑杜丽，然后搞了说是那个外国人对吗？他说不是啊，他是原住民。他打来说请问还有黄明志可以一起来吗？那就没有，你刚才就说对了，你去你就模仿杜丽跟黄明志，你黄明志最近不错嘛？对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你就剃个光头就演杜丽，然后戴上毛帽就是黄，对，然后穿古装就变金超群，对，包青天。没有，因为尾牙是什么都要演的，你就模仿一下。哎，有很多节目嘛。好，再来第四名了，看一下，紧张了哦。谁？二三。哎呦，赵哥！哎呦，这可以算贵的呢。可是这有原因的，我还是要讲，因为我在现场是会喝的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所以你要赚一点，所以要钱。他喝掉十万，知道吗？我会捐我的主持费捐出去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会 cover 大概，实际上拿没拿那么高，大概会捐三万四万。来，坐到第四名，我们看一下几场。来，赵哥几场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七。哎呀，也是有打来问，有打来问的。今年就问的比较少，没办法，今年问的我还有五人，我还有五场，我今年问我的人也是有打来问，你是派啊，有打来问哦。来，玉林哥，你这个我这个一步一脚印走来，相当的心酸啊。我记得我差不多八年前走幕前嘛，然后到了五年前才开始接尾牙，你知道我那时候一场多少，你知道吗？哎 ，Who care？ 你自己想想就对了，我八千就去了，八千就去了，而且我还充满了感恩的心，哎，人家给我学习，哎，上了台不要考虑今天赚多少，那么大的场子交给我，给我实习，因为我以前没有这样的经验啊，哎，八千我拿的哈，还充满了感恩，是，后来就一年又一年 ，year after year， 哎呀，是，你不用翻译，对啊，不用翻译 ，we know。可以讲真心话，18万算是蛮高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这几位因为要一发他干嘛这些，还好吧？还好啦，别忘了我还有唱歌哦，我还有跳舞，唱歌应该再扣2万。对啊，要抱着感恩的心嘛。来，你们觉得18万是划算还是坑人？请举牌。哦，来，陆总。陆总跟 Carrie 绝对是坑人，为什么是坑人？玉林哥哈，如果是八万的话呢，我一年至少可以给你30场。哦，如果我八万，八万差太多。为了你，我改成8万，把一拿掉。没有，你听我说，因为他八万，为什么陆总可以帮你排30场？因为每一场他 A 10万。你以为他们是大爱派来的，因为 TV 呢，那开这种价钱，应该今年也接不到什么。对啊，这么高了。一起来看看，一二三，到底几场？
排到过年后的春酒，原来你是隐形富豪，没有，35场哎，绝对相信。我去年25了，所以今年等于成长10场，再多10场哎。